déjà vu. Let me say. <笑>实际上我想摸腹肌。<笑>我没有啊，他之前看照片还有八块呢。我那个是皮的。这样的身材脸是什么样的呢？正在直播，快来看看吧。 昨天是谁在直播间说我脸和身材反差大的给我出来？啊，今天该到厨房还是客厅旅游呢？太无聊了。 哇，太好看了吧！我也要拍。 Thousand years later. 当我开换装时，我粉丝的反应。 你男朋友拍给你看。<音><音>